这个天气算不算是 open happiness 那种感觉呢？就是它的那个云朵呢已经 open up 了，然后那个倾盆大雨就滋啦下来，大拉雅外边呢刮风下大雨。可是我现在看到那个气象署的报道呢，还是写着一个英文字 fair 晴朗。那这个天气真的是，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哦，就真的是像天气一样捉弄不定。真的，我觉得人自己本身来说，对于自己的情绪的控制。 对于自己心情的掌握呢，也就像天气的掌握一样，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心中什么时候会刮风下大雨。不知道在群岛各地其他的地区，什么地方也已经开始下起雨了。